时间差一点，更老慢一点，不妙美丽的事物，伤了你，伤了我，才学会彼此呵护。哎，阿彪哥冲进出来呢。后面开成这样，哎，你不讲，我以为是林香哎，对，很漂亮哎，对，我没有修图，看一下，香哦，有没有？怎么修成修图？真的香哎，真的厉害，真的香，你的手挡到脸了啦，真的厉害。你了解我的，你知道我吗？我的 size 你知道吗？哦。我的辣妹驾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红？嘿，有有有，辣妹驾到，有有有，有爱情我一定好，瞧瞧瞧，我的舞步最摇，骂到旁边立正正好。有有有，一声辣妹驾到，有有有，今晚要嗨到爆，切切切，求你去看他笑，不如赶快回家睡觉。是不是？他就像阿拉丁的灯魔，一旦把它戳穿了，他收不回去。好了，我要好好的介绍我这张新专辑。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辣妹驾到要升级嘛，像我们玩游戏也要升级嘛，要2.0版。对啊，然后我这一张呢叫做《我是女王》，My Queen。OK，My Queen。欢迎光临 ，My Queen。My Queen。买凤哦，我是女王。哎，阿彪哥冲进出来呢，后面开成这样。哎，你不讲，我以为是林香哎。对，很漂亮哎。对，我没有修图，我看一下。香哦，有没有？怎么修成修图？真的香哎，真的厉害，真的香。你的手挡到脸了啦！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手挡到脸，超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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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礼貌，宪哥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了解我的，你知道我吗？我的 size 你知道吗？哦。很熟悉啦哦，哎，你干嘛？什么？顾左右而言他，我知道你的赛事吗？我回去来试一试也了。今天你来，我们就真的要做一个正面的测试。对哦，来直球来对决。我不正面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东西哦是有难度，有难度了。来直接给他翻转一下，你看你这个唱片哦，你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设想吧？哦，有没有看《失重前幸福》？哎，这是谁的呢？这个是谁的歌？哎，艾薇。对。就是那个萧敬腾的师妹，我们是灵芝王的冠军，对，然后很能唱歌，他这首歌也很棒，《失重前幸福》，跟你的歌路那是完全南辕北辙，很怪哦。闽南语歌手转唱国语的没有成功过，哎，有啦，黄绮老师啊，闽南语萧煌奇，他本来就两种都唱，对，像我也是两种都唱，就好好给你改变一下。好的，要演唱这种《失重前幸福》，可能吗？哎呦。我自己都说不可能。耶！哎呦，松了松了。记得被你抛得有多高，信任你的环保。华丽翻转和炫耀，嘿，不料我们偏差了分毫，你没把我接牢，跌落在计划外了，糟糕。谁都幻想完美的飞翔，就像练习相爱的时光，我重重坠下才知道有多。我没有顾着时间差一点，更老慢一点，不妙美丽的事物，伤了你，伤了我，才学会彼此呵护。时间却已不恰好，多一点到老，好比这礼物，让我们把握时钟。错，有个人味道。老公没有拍到，来。哎呦！哎呦！自由落起撞击的力道。好，你闭嘴。
岁，我没计算机好，眼看着目标上下颠倒，谁的幻想完美的飞翔，就像练习相爱的时候，我匆匆坠下才知道有多少我们都会鼓掌，时间差一点刚好，慢一点不妙，美丽的事物伤了你伤了我，才学会彼此呵护，爱情缺一步恰巧，多一步到老，何必这领悟，让我们把握时钟前行，看到这一集，他应该会每天公鸭都很忙吧？哎，这是什么话？对不对？老公怎么样？又不是抓到你偷看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是什么啦？唱起来无同款的，你是偷看鸭啦？伊打工嘛？来，平常会平常怎么来？翁立友，你刚听他唱，是不是一身冷汗？很新，你打工喝哦，你打工喝。不啦，就是觉得实力派。实力派哦，这样而已哦。不，阿你给他恭贺啦，我懂来恭贺。你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吗？平成那个奖评的那比平成他搞威的怎样？黄明志吓到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真的吓到，真的。怎么吓到？是看到本人吓到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敢挑战这首歌真的是很大胆，很大胆。为什么？他这豁出去了。这首歌不好唱，真的太难了，太难。人就是唱，因为他闽南语歌没有这样。对啊，grooving 不一样，他去找这样的 groove 来唱，那我觉得太大胆了。OK， 等一下，我打个岔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首歌那么难啊。哎，我自己选的嘛，是不是你自己选的？不会了，我刚开始我以为它很简单，不会，我错了。这种歌的意境叫 fusion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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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身体那个律动 ，grooving， 一个头往下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在教我吗？怎么了？我可是金曲歌后，哎呦，可是第六届的闽南语哦，来，那你是不是也是第六届？第六届，你第几届？胆子真大，你第几届？林北刚好是第五届的金曲歌王啊！哎呦，学长大你一届，学长，你麦哥靠谱呀！请看 VCR， 他也是第六届，请看，你们是同一届是不是？同届的，对呀，同一届没有在一起太可惜了吧？对呀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我来亲一下，亲一胎，生一胎，生两胎。对，我讲真的啦，他这个歌刚这个叫 fusion， 你一定要身体律动是这种状态唱。对，要有那种现代的那种舞蹈吗？哎，秦慧，先把它弄回去。你有没有自己的风格？他有看，你有自己。有了，你慢慢找到了，有味道了。好，就一太太，时间到，有味道。